老公超前耍任性，老婆无奈喊救命。现在在燃烧另外一种魂，叫做棒球魂。一场美金好像是5000块，他还买2场。你2张票等于他欠人家的30万。对，我们家里啊有2尊1:1的哦，对，好多哦。这2尊啊，它可以穿在身上哦。你老公怎么样？因为只需要数羊，再继续救病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